声音大的叫，大难题的大大大，大大大大大大大滴答答，大大大大滴答。过去十年，共享经济改变咗我哋嘅世界，著名嘅 Uber、Grab、Airbnb 共享租赁得到世界各地数以千万嘅客户欢迎。而家共享经济终于嚟到咖啡世界 ，Aristo 睇到共享租赁模式可与 Capsule 咖啡机完美结合，推出咗全球首个咖啡共享计划——一蚊咖啡机租赁计划，将共享经济带入咖啡世界。咖啡机是冲泡精品咖啡的必备工具，一部好的咖啡机可以非常昂贵，由几百蚊至几千蚊。Aristo 一蚊咖啡机租赁计划，让客户可以不需要花钱购买昂贵的咖啡机，只以每月一蚊租赁月费及每月定期订购一盒二十粒 capsule， 无捆绑式合约，就可以在家或办公室随时任用 Aristo capsule 咖啡机。想象一下，如果可以开一间咖啡馆，无需要店租金、装修费、水电费，聘请咖啡师同员工，就可以每月自动赚钱。你话咁有几好呢？由 Aristo 掀起嘅一蚊咖啡机租赁计划，衍生出一种全新类型嘅商机——迷你私人咖啡馆。呢一项全新嘅商业模式，几乎无需要操心，你只需要一部咖啡机喺手，就可以轻松经营一间低成本、低风险嘅新型咖啡馆生意。Aristo 迷你私人咖啡馆的运作非常简单。总言之，我们让客户以每月一蚊月费租赁 Aristo Capsule 咖啡机，就可以在家或办公室随时使用 Aristo Capsule 咖啡机，制作出多款 Aristo 的意大利精品咖啡、精品茶、朱古力、奶、豆浆、养生饮品等，那就好像让每位客户都有一间迷你私人咖啡馆。Aristo 迷你私人咖啡馆是一个颠覆传统市场，让你以小取胜的新商机。加盟 Aristo 的 iPartner 就好像 Airbnb 的 partner 将自己的屋企变成迷你小旅馆的生意一样，将自己的 Aristo Capsule 咖啡机以每月一蚊月费租赁给客户，将它变成迷你私人咖啡馆，每日自动出售咖啡或饮料 Capsule 与客户，以赚取 20% 至 90% 或更高的回报。Aristo iPartner 除了可以赚到满意的利润，还可以轻松赢取海外旅游奖赏，一起与 Aristo 的大家庭畅游泰国、澳洲及意大利，为你带来难忘的体验与回忆。